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海的颜色就是跟好像我们平常看的不太一样。听到911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有意义啊。听说911他们应该开这个餐厅，连我都很期待吃他们这个菜。老板，哎，追哥，哇，你是今天来哦？神秘大礼。